由于涡轮发动机使用的优点，如今它成为汽车发展的大势所趋。不过旧时的六缸发动机、自然吸气引擎也还是有很多人怀念的。以下就是几款不到30万的 V6 车型。一、丰田锐志，这款车的定价大概在20.98到31.48万。锐志应该是中级车中比较经典的一款了。这些坚持使用 V6 发动机的车型现在都处于清库存的状态了。它的发动机主要有两个型号，2.5升或3.0升，最大功率分别是193马力和227马力，最大扭矩分别是236牛米和293牛米。从整体的动力表现来说还算过得去，如果不是那么在意油耗的话。二、大众 CC， 这款车的指导价范围是25.28到34.28万。素有大众最美轿跑之称的 CC， 在外观上绝对是王者，利落的线条感、无框车门都展现了 CC 的与众不同。这款车的发动机最大功率为250马力，最大扭矩为310牛米，比一般涡轮车的动力性能高出很多，但缺点还是油耗太多了。三、现代雅尊，其实这款车的知名度不高，已经上市7年了，各个方面放在今天来看都有点过时。不过它的价位在24.08到33.28万，在 V6 车中相对来说还算便宜。动力方面，最大功率是250马力，最大扭矩是282牛米，从性能上看属上位圈。有人喜新，有人怀旧。尽管 V6 车型已经渐渐淡出汽车市场，但它带给车友们的一些情怀一直都在。